这政府都要换人，做不好哈，换人做，这是真重要。尤其有很多的政治黑金搞在一块，人民怎么会信赖政府呢？所以做了不好的政府，现在换人做，大家都对不对？大家都对不对？所以今天阿爷要出来，为了国家的安全，为了高雄这个土地，给咱国家繁荣，阿爷啊繁荣。同款的道理，我出来算，总统嘛是按阿爷爱同心同力，拢为这个土地要拍。所以当时我来选市长的时阵，柯志恩嘛直接来变市长，但柯志恩的坚持。我们一定胜利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对头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胜利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很民众给我支持，讲友谊不倒，友谊不但不倒，要天长地久，大家都对不对？有。友谊是见过我们所有人跟人之间、国与国之间最好的桥梁，对不对？对。